慈济志工的用心付出改变了更生人的一生。更生人出狱之后要适应社会，需要很多人的协助。慈济志工杨九如以及薛淑珍协助更生人出狱之后安顿生活，有人因此受到感动加入志工行列，两人的用心还因此获得了表扬。穿着古装的表演者摇着大旗，站在中间的这一位原本是黑脸黑衣服，但一晃眼竟然立刻变装，黑衣变成红衣，就连走到台下的这一位一刹那间也立刻变脸。演出这精湛的变脸剧码的都是屏东监狱的受刑人，为了感谢社会接受更生人，特地自学演出这戏码。坐在台下的受奖人都是曾经协助过更生人的，而其中这一位杨九如，他本身就是慈济志工，帮助更生人找工作找住处，更带着他们做环保。你感觉这是无钱人咧捡的工作，我看我这买拍摄买对来做。一名更生人受到杨九如的感动，几个月后也加入慈济志工的行列，最后甚至跟杨九如情同兄弟。而另外一名慈济志工薛淑珍也提供工作给更生人，一样受到表扬。他们两人发挥大爱，只希望更生人能尽快走出自己的全新人生。大爱新闻陈真正平高雄报道。